让我们欢迎即将要下我们礼车来到现场的就是 Wacky Boys 反骨来了，顺顺酷炫 Yo Wacky Boys。 那当然呢，反骨男孩我们知道他们的成员有非常多，所以呢要等他们的成员一起到齐。我们的两帅是先两帅先慢慢的步入场，等一下要等待整队啦，而且是十指紧扣的哦。他们今天团队呢一共会有六人来到我们的走中奖红毯的现场。在前端的朋友呢可以先跟酷炫啊孙生啊跟他们热情的打个招呼，进入他们这一瞬间。也感谢每一次的总中奖，反骨都是非常认真的大阵仗，然后装扮非常完整的来到我们现场，全体出席，每次都是要考验我的视线，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再次欢迎我们的反骨，他们是神曲制造机，也是婚姻制造机，不晓得在明年有没有可能会有小反骨的制造机呢？让我们再次欢迎酷炫、孙生、雷拉、皮根、林蛋，还有 Aris， 欢迎，爱心爱心，中间请。哇，是哟是哟，哦是哟，来我们让美女们入定位，小心裙摆，哇，都很美哎，很美很美呢。来，我们想要请问一下，反骨呢这一次有看到有一些员工离开了，我就想要问问你们，接着下来有什么样的扩编计划吗？这么硬啊？对，有没有？今天每一次都很喜欢故意问反骨很严肃的问题哦。没有再怕的，好不好？天天上问完全跟总中奖没关的问题。对啊，我以为要问说我这个怎么样，是模仿蓝色妖精还是什么的？哦，那我们先讲蓝色妖精什么？你们先讲一下这个模仿什么？我是蓝色妖精。哦，是绿色精灵啊。好，没事，我们可以先回到上一个问题。根本就没有套好嘛。回到上一个问题。好，面对未来，其实就是继续努力啊，因为毕竟人才不好找了，对，所以持续有在面试新的人，对，扩大征才。所以要对所有现在在 YouTube 前面，然后一直热爱着反骨，然后都在看他们的影片，被逗得哈哈笑，现在你们有机会接近他们啦。没错，我想知道每次走到红毯的时候，你们的服装会彼此讨论吗？说，哎，你觉得我穿这套好不好？还是都到现场你们见真章，看看我们今天打扮的如何？到现场才知道哎。而且我们今天很像飞天小女警啊，真的。绿蓝红，对，花花泡泡，三原色，毛毛泡泡花花。今天第一次看到他们这样子，你感觉怎么样呢？有没有看到谁很惊艳？哇哦！就说旁边的趴车的趴的怎么样？对啊，还好。车趴好了吗？这你怎么突然在这边？培根真的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啊！好像是硬来参加这个总统奖啊。他刚可是一直一路绅士走进来，非常 gentleman 哎。算了，他人生也没有几次这种机会。今天这样玩得开心吧？这样一路开心，开心。好的，我们要谢谢反骨，希望你们可以得奖啦，谢谢，谢谢，赞。